俩看电影，你叫你朋友来干啥呀？我发小，你俩介绍一下，这指针，我先跟你说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你俩对象啊？啊，你俩聊，我取票去。别呀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你俩聊呗，你聊我就行，都发表没事。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么慢。就啥也不是，反正。啊？说啥呢呢？不是，别看了，姐。啥不看了？啥朋友啊？我发小啊，天天没见。你什么也不是，你听着了吧？说我呢？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不是你咋有这样朋友啊？不是他真说我呢？啊？那他说我呢？他认识我吗？他说我？他不可能吧？当我面说我啥也不是。那他能说谁？你不信你去问他。我人走了。啊，要不然你还真能去问他？我小时候不相信我呀？不是，我相信你，我小时候不能啊。我俩小时候可好了。光屁股长大了。人都是会变的。只有我对你是不变的，还不明白吗？只有我是一直偏袒你，才又给我上一课。是啊，以后别联系了，这样朋友。行，那气死我了！不看电影了，咱俩看呗。吃饭去吧，没有心情了。你还想去问？我不是我，真这样啊？那你去问吧。我不问，不是他真这样。